如果我哋要增加社會嘅關注，可以點咧？其實可以用一啲比較新鮮嘅拍攝手法啦。即係例如其實之前睇過一啲 art fair， 佢可能用一啲紙牌嘅人形公仔咧，去建構咗一個微型嘅社會出嚟啦。其實呢啲咁嘅方法咧，可能唔單止係吸引到一啲一啲平時會討論社會時事嘅人啦，反而可能啲比較小朋友啊嘅嘅人咧都會關注呢啲咁嘅議題。咁其實改變社會咧，應該係由細開始做起，去培養佢哋有一個咁樣嘅觀念啦。所以我覺得將一啲有爭議性嘅議題嘅真人真事而合輯成集，用一啲比較有趣嘅方式表達，其實係一個好嘅方法。阿導演，你要選角嘅，我覺得有成千嘅人喺度，我建議你把握機會啦。我 ask 就唔好嘅，但係如果想拍嘅都 OK。OK， 好，我哋大家記得去揾佢啦。